这个疫情哦不稳定，让我们每个人这个在雪里又封城，但是啊，也是一桩好事啊，哦，让你们大家能够在家里多用功。其实能够大家一起睡觉之前呢。这样念佛也非常好，像师父的道场在印尼，有几个道场，每一天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7点到8点半，将近9点，大家聚会，啊，一起来念佛，一起来回向。因为白天大家工作忙嘛，晚上呢心就容易静啊，这个念佛啊，哎，容易得力啊，念佛好了啊，大家去睡个觉啊，其实这个也是很好。那今天我就借这个因缘呢，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啦，也希望给大家一个鼓励。因为不敢太久哈，怕大家这个太晚了，哦，这个呢发生在过去呀，元婴法师在讲《弥陀经要解》的时候啊，他有举出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呢也蛮精彩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了，但是我可以来给大家一种鼓励啊，其实也不是给大家了，给我自己鼓励了。这个呢，这个故事啊，是讲这个越国夫人啊，这个越国夫人家里呢，请了很多一些丫鬟，哦。然后呢，每一天晚上啊，就是像我们这个时间，每天晚上呢，带着这个领导这些丫鬟呢，去念佛。那没想到啊，这个丫鬟其中一个啊，一年当中啊，念佛往生西方净土了，一年哦，功夫就成就了。我们念了几十年了，都是一样。人家功夫念了一年了就走了，而且呢，这位丫鬟啊，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哦，一回来呀、啊，那回来做什么呢？要来感恩叶国夫人。啊，在梦中当中啊，就告诉叶国夫人说：“谢谢你，感恩你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没有这个机会闻到净土，没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念佛，最殊胜的能够这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啊，我感恩叶国夫人给我这个机会。所以。”我们要感恩我们的雪莉金钟协会有这个机会念佛，真的要感你想一想，人家一年哦，丫鬟哦，一年念佛功夫就成就了。所以当这个丫鬟呢要离开这个叶国夫人的时候呢，这个叶国夫人很好奇呀。你真的吗？你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吗？这个药王跟他讲，我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那既然你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能不能带我去呀、啊？去逛一下，去走一下。哦，像以前那个师傅在美国啊，有一位老人家，师傅啊。
那以后念佛哦，一起带我过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行啊，你不能靠法师啊，你菩萨过江自身难保，你要靠自己的。哦，这个法师不能依靠的，你要依法不依人。然后这个丫鬟呢、啊，就跟这个叶果夫人呢、啊，她说好，我带你走。没想到呢，这个叶果夫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。他第一次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叶国夫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哦，她去观光旅游哦，她第一次看到是什么呢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她看到的是这个莲花池啊，这个莲花池，而这莲花里面呢，很多那些莲花有大有小。有菇有漂亮的，有金有银的，看到很多，所以他很好奇，就问这个丫鬟啊，他说这个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有大有小，有菇有不好的，有好看的？这个丫鬟啊，就告诉叶果夫人了，下面的那句话很重要，大家要好好听。他说啊。一个人呢、啊，真正念佛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正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当他动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个莲花池啊，会长朵一朵莲花，而且这个莲花里面又写了他的名字。如果这个人呢、啊、念佛很用功啊，很精进啊，这个莲花越来越大哦。如果你希望你的莲花越来越大、越来越漂亮，那你要精进念佛用功。如果你懈怠，这个莲花就枯了。所以他就问这个丫鬟：“这怎么回事呢？”这个丫鬟就告诉了叶果夫人：“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物都是不生不灭的。”唯独莲花池有生有灭，这个你有没有知道？哦，所以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物都是不生不灭的，唯独莲花池，莲花里面有生有灭。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念佛的人的感应的，而所招感来的，跟阿弥陀佛毫无相关。所以莲花大小或者好看不好看，关键在你自己的念佛的用功。而且叶国夫人哦，看到很多莲花，而且这些莲花上面呢有个照片，像那个相貌又有名字。然后呢，叶国夫人最后啊就问这个丫鬟：“那我的莲花在哪里呢？”这个丫鬟啊，用一个手啊指那个莲花，一朵是金色的，而且金碧辉煌啊，光明动人啊，非常的漂亮。他告诉叶果夫人，那一朵莲花是你的。叶果夫人很欢喜呀、啊，一个人能够念佛念到这种的境界，什么境界？念佛三昧，已经上上辈、上上品往生的。金色的嘛，所以啊，尊敬的追同修大德，以后如果阿弥陀佛来接应的时候啊，不是拿金色的哈、哦，你不要跟阿弥陀佛计较。如果他拿颜色的哈、哦，你赶快跟他走了，你不要跟他计较了。哦，啊，问阿弥陀佛说，为什么我不是金色的，为什么是颜色的？你千万不要跟阿弥陀佛计较。哦，你赶快跟阿弥陀佛去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慢慢修，因为你有的是时间，光寿无量嘛，机会、环境种种很好，你会成就的。当叶果夫人梦醒之后啊，她很欢喜。当年当她生日的那一天，她洗完澡，烧一个香，对着这个观音阁站着往西。当他家亲眷属要为他拜寿的时候，发现
叶果夫人已经往生了，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人家已经去做佛了啦，我们呢还在这边受苦受难。你看，疫情一来，全世界的都已经很荒谬了，那以后的那个更大的怎么办呢？哦，所以呀，该放下的要放下，该舍的要舍。把世间一切万物能够看淡一点，因为万般将不去，唯有我们的业力随着我们到哪里。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用功，好好努力，我们来学习像叶果夫人那样，上上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如果没办法达到这个境界，那算了，没关系。颜色也好，哦，达到不到金色的无所谓啊，颜色也好。